停车停车停车！干嘛？哎呀，想坐车呀，干嘛？坐车，这里不是有一台吗？你不看看他这种车那么破人样，开两步那个支架都可以个楞烂了，怎么办？怎么样啊？那去哪里？去那个丰满工业园。丰满工业园啊？对啊。哇，你这里有20多公里了不？20公里啊，我要急着去上班呐。20公里的话要50块钱的哦，去不去？10块钱呐。嗯。哎呦，那么贵。 贵呀、啊，这是啊，稍微贵了一点。贵了，现在有涨价了，很贵的。平时我坐都是30块钱，平时不一样，现在。他那个车说30块钱，我说这太烂了，不想坐而已。50，坐不到，坐上车。坐就坐吧。哎，美女，啊，我这个30。30啊？是啊，30。你那个再便宜一点，我就坐你那个。20，20，那我就坐这个吧。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出发呀！你干嘛啊你啊？我本来是收30的啊。刚才怎么不拦啊？我30，他又不愿意坐我的。现在你又说30、20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啊，现在我20啊。你抢客啊？怎么抢客？你来先还是我来先呢？那刚才你怎么不拦啊？那他嫌贵有什么办法？走啊，那么便宜。10块，来上来上来，10块，10块，真的10块。 快上来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要跟我杠上了？上来上来，美女，我免费。哎呦，免费！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就这么好的事。是啊，免费。哎呦，这喜欢这免费的。今天看你杠上了，倒贴美女过来。倒贴呀，倒贴50。倒贴50。来，哎呀，我就不信了。上来快来，不行，我做倒贴的。对，美女，我倒贴100。100，我是没听错吧？ 100，倒贴100，来，上来，倒贴50，倒贴50，五百，直接给人呢。哦，哎呦，500，500，500，500。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吗？跟我干。要钱了不行啊，肯定了不起啊。对呀，亏本生意还做。再给200。哎呀，你拿吧，我看你跟我干，来呀，继续啊。这么好的事，怎么不干啊？ 来来来来来，亏死你，亏死你！你没见过钱，你没见过钱，亏死你！哎呦，亏死我的事。亏你那出发呀！今天我就跟你杠到底。哎呀，坐个车还能倒贴呀？美女啊，你不知道，我的是出来体验生活的。哎呀，快点呐，不要逼逼赖赖那么多，赶紧上班。嘿，停车停车停车！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。 哎，我那个厂牌忘进来了。厂牌忘进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进去那个门卫部给我进，怎么办？这样啊。哎呀，这个脑子真的不好使啊。那你快点，快点。你要在这里等我哦。好好好。不能走哦。不走了。嗯，是不是？等我啊。嗯，好。哎呦，等一下再来啊。啊，快点啊。好嘞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朋友。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等一下。多少钱呢？ 哟，这里应该有1800来块钱吧？这么多啊！哎呀，那么的了，神经病！我拿200，这些你留着。好好。这天今晚我们加鸡腿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那房间这么热，我装一台二手的空调，几百块应该得了。然后装了一台二手空调，剩下你给我买个手机吧，还是？手机、啊。算了，给我再买一双高跟鞋吧。 好啊，那今晚就买个鸡回来补补身体啊！一个鸡，再买一个榴莲，那个鸡跟榴莲一起炖，补啊！哦，这样有力一点呐、啊，你看，哎呦，给力一点哦！啊，那行，那我那个茉莉楼呢？茉莉楼在那边等我呢。这样啊？哦，你在这里拉客吧，拜拜拜拜！哎，拜拜啊！小心点呐、啊，今晚我去接你啊。好的。哎，这个美女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哎呦，这里还有黄皮丝啊，试一下。 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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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哎，太爽了！哎，美女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好我家离这里近哦，要不然我就跑远了，又或者是麻烦你这个又拉我回去。哎呦，浪费油。浪费油是倒无所谓，我以为你真的不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不回来？我就急着去上班了。哎呀，上什么班？美女，上班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不多不少，一个月2500。才2500？ 对呀，2500很多啦。我跟你说，我出来拉摩的是体验生活的。体验生活？
是啊，这第一次听着说，我是富二代，家里面大把钱。富二代，我家里面开了两家公司的。没听错吧？你在这里吹牛逼吧？ 啊，哪里吹？哎呀，听你这种口气，就是在这里吹呀、啊，那个牛都飞上天了。你男朋友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对呀、啊。没有，我做你男朋友怎么样？你呀、啊？啊？你满口那个那个谎言是不是？满口谎言，对呀、啊。给个真实你看一下。真什么实？哦，如果你做男朋友，不用你上班了，2800一个月，我现在就领了30000了。哎呦，这种不怀好意，我不敢拿哦！你让你打我去上班了，别再磨磨唧，等一下迟到的主管扣我钱呐！直接不用上班了，我养你。真的吗？不打工你养我？是啊。有这么好？哎、啊，哪有钱？我养你。哎呦，开玩笑啊，你喂。哎呦，真的养我？是啊。哎，那我就收下咯。哦，还有。那就出发呀，先加一下微信啊。微信啊。哦，哎，我这手机失灵啦，摁不进去。这种破手机，买一个新的怎么样？等下带你去买一个水果手机，最新款的，10000多一块一台那种。可以呀、啊。是啊。那我就不拒绝了哦。啊，直接我先，你的电话码多少？我帮你，肯定是没有话费了。停机啦，这前两天忘记充，13878568800。帮你充个1000，哎呀，不用那么多的，1314，以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24小时为你。再发个红包给你，520，收到没有？哎呦，收到了，哎呦，没想到你真是个富二代、啊。以为要开玩笑，以为跟你开玩笑了吗？走吧，我们不说那么多了。那我带你去大酒店去吃饭。现在呀、啊？吃完饭等一下我看电影。好啊。好，以后你不用上班了。不用上班了，那我跟你的关系呢？就男女朋友嘛，以后我带你去旅游。那你是我男朋友啦？是啊。哎呦，坐近一点。哎，坐了啊。